城池的时候，你们的祖先只顾抱头鼠窜。真相藏在温杰人的肚子里。剑姬啊，白卡我破的，就那么把自己卡的破绽给丧失了。要是会玩的话，我可能现在已经残血了，然后他呢基本上白血。细如蚊蝇，我的声音轰如雷霆。你的神怕我。buff 打完红 buff 没刷，直接过。何奔跑？鼠标进水了是吧？鲜血，熟悉的味道。我不会被遗忘。他们的脑壳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刚才我擦的他鼠标垫，鼠标垫上有水，然后刚才晃着晃着，我操，突然间没反应了。你还好我没有，还好我这是无线的，要不然我都已经开始，我说不定我就漏电了，触电了。拿纸擦一擦吧，回家买个缝衣镜和护具。而我的真名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一切都将崩塌。操，这他妈的又失灵了，我操，这么有意思。好像没失灵，是我自己找不到鼠标在哪了。无论是骨头还是骨气，通通打断。上个六级给他杀了。你不是你 Q 过来呀、啊？真是，是用尖牙和利爪书写的。来杀我！哎，怂炮，直接跑！你杀不死风暴。还行，他这波焦点燃了，我下波还有点燃。大人头啊！跪拜我吧！
撼动着世界的根基。他是骗子。野心，我来带领他们。弱者，英雄来了。造物必将磨灭，蛮荒永存。Enemy rampage.将解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。雷暴将吞噬你。这也抓不来。找冰女不会也来了吧？我这个塔我不要了，我走了。走了走了。这波人马没技能，来抓就来抓吧。是马尔哈尔，一切都将崩塌。盛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其实我很肉的，人马没人马，可以把他拉出来再追他的。他上一个有点急了，一秒钟，在这里的话就可以把他直接杀掉了。大地需要用鲜血浇灌，这里被驯化了，我要野化它。预备，再跳一下。你的谎言来个剪滋养着土地。好，空虚的闪现拉开，扔个一，再后手反杀，我有很大的失误，不该回头的，浪费我个闪现。没想到这人马伤害还挺高的，差点我直接打死。不过过程虽说坎坷，结局还算好，是不够完美，低估了他的伤害。才是解脱。血肉模糊，我听到他们在召唤吧。Shut down。风暴，肆虐吧！还来呀？你们两个还真不够我杀的，三个够了。
想终结我。可恶，食神！大招免攻。人类开口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才会给出回答。Double kill。肆虐吧！吃土兽。哎呦，坏了！减一下速。微风雪，打断一下。让风暴。Shut down。棒、大旗以保运娘，曾经黑夜残酷漫长。哎呦，顶到人脸上了。这种情况想打赢剑姬得拉扯他，哪能说像我这样直接上去就干他，然后被他帮帮帮打了四个破绽，打了三个破绽，还是就是在他追我，不能我追他，他追我的话，然后他开大招，我边跑边撤，我一直卡我身后破绽不让他打到，那样才有机会打破绽，而不是说上去就帮帮忙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urret. 一切都将崩塌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urret. 雷声滚动。Enemy rampage. Shut down. Enemy double kill. 没打过。伤害还挺高的，收起来。费劲。
冲在召唤我。我来个宝石，石像鬼，石像鬼也有点过分，来个火的，我家也不。一切终将崩塌。没有闪现。风暴，肆虐吧！拉扯呗，这踢法应该能秒我操。好多都变形，打人吧，打人，这还是成也他们一种，败也他们一种。冲呀，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。我觉得后期确实没啥用，你跟剑姬比有几个 比剑姬后期有用的。操，我一个屌毛狗中能跟剑姬后期打成这样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你们要是真的想跟剑姬比作用，那你玩武器去吧。除了武器没有英雄后期比作剑姬。十块到手，不给他们点赞那么浪。